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秦。现在呢，我人在台北和平篮球馆。今天呢是台北战神的首战，所以今天也特别来开箱他们的第一场赛事。那台北战神这支球队呢，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开始筹划，九月才正式成军，所以呢是一个非常新的队伍。但是他们的来头可不小哦，他们是由 NBA 资历的总教练布莱恩领军。那队内的成员呢也非常有看头，有资深老将林奕辉辉哥，还有旗舰大圣林秉胜，以及去年的新人王热门人选曹勋香，还有国家队的黄聪汉，所以非常的有看头。今天对上的是中信特工，所以相信今天也非常的精彩。当然啊，今天非常重要的不只是来看球赛，还有我们的 Rina， 我们的乐天女团长 Rina 今年开始呢也加入了直篮的行列，直棒直篮双栖女团长，而且她还是 T1 首位女团长哦。当然不止如此，还有最香画面，那就是台北战神啦啦队 Typhoon Wonders。待会呢也会一一介绍给大家全新阵容，而且是首次登场。不止如此，等一下也带大家开箱一下啦啦队最香休息室哦。不多说，等一下就跟着我脚步进场咯，走。所以你拿到这个折扇啊，你就可以开始来对照。第三个是这个钥匙圈，哎，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可以吊在你的包包上。第四个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，这个是他们的集点卡，集点卡是你每来一场就可以在上面盖一个章。集完点你还可以在这边换到你想要换的东西，所以你集满多少你就可以兑换相应的东西哟。你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大看板，然后我们在我的左手边拍照区，那拍照区呢，你们可以在那边打卡完到情报站去，就可以盖章兑换奖品哦。没有人帮我打个 pass， 但是好玩就好嘛，好玩啦，好玩好不好？好玩。
特别来询问一下说，哎，我到底可不可以玩？然后他们说以小朋友为主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些承受重量的量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游戏，就是翻翻乐，就是你要记住球员们的长相跟名字，在你翻的时候要翻到他的队形，那就可以获得礼物，而且礼物很棒哦，礼物是这个。小朋友们都会很喜欢耶，喂，我闯关成功了。再看一个很特别的，它这里竟然有杯面哦，哇，它直接用杯状，所以你平常是经过什么吸的那种碗面，直接用杯状的碗，超方便耶。球迷们一起跟我们打节奏，其实我觉得毕竟篮球跟棒球是差蛮多的，对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应援篮球，那所以就还是很紧张，然后其实事前的准备也还是蛮多的，因为我要必须习惯所有篮球的节奏，因为跟棒球实在太不一样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相信你 Rina 一定可以顺利表现啦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 Rina 呢也要去她的一日店长活动喽。哇，连我们的 Roger 副总都送花来了，就是来祝 Rina 圆满成功。对，啦啦队总监兼经纪人安妮。嗨，我们待会要去一个很香很香的地方，对，就是啦啦队休息室。大家应该也在小晴的频道上看过很多次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开箱台北战神啦啦队，没错，开心 Wonders。Yes， 走，我们进去了 ，Go。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台新 Wonder 的休息室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我们的乐天舞蹈总监小琪。Yeah， 大家好可爱，哎，这里面很香哎，超级香，对，食物的味道比较多一点。来来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是曼妮。曼妮，个性女神曼妮。耶，我是元气女神菊儿。大家这一定不陌生，橘子菊儿。我是反差女神丽珍，哎，很可以。来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是静静女神米卡，米卡。我是阳光女神艾莉，艾莉。我是全场女神小镇奶，小镇奶。我是重金女神奎娜，奎娜。淘气女神彭彭，彭彭。我是老鼠女神丽丽，耶。聊聊，欢迎我们的小珍奶跟 Queen 娜，耶！这两位呢也是直棒直篮双栖的啦啦队，而且也是为什么啦啦队？哎，你们觉得跟自己的队伍就是直棒跟直篮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？最大的差别就是室内跟室外。哦，肯定大家都是这个回答。吹冷气。小珍奶自己也有一个频道，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啦。那想问一下，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首战。首战的心情是什么？光开幕战第一首，我们从八月就开始练。八月一路到现在，我是十月，因为我是十月才甄选加入，十月开始啊，就是娜娜就是八月就开始练，相信我们今天的表演一定会很赞。欢迎橘子跟米卡，两位已经有直男的经验了，但是今天还是台北战神的首战，会紧张吗？我觉得会，换了不同的场馆，地形不太一样，的感觉。我本身。回到熟悉的，回到原本的地方，所以难怪他老神
场外呢也都逛完玩完吃完了，那现在就要一起进到球场里面咯，球赛也准备开始了，好期待哦。
阿明老师很严格训练我们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哇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第三节比赛已经开始喽。非常精彩，因为上半场的比数非常焦灼，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，其实非常精彩。那到下半场的时候呢，比分就被拉开了，非常非常可惜，但没有关系，比赛本来就有输有赢，明天再继续加油起来，台北战神加油，宝宝辛苦了。今天还好吗？还好。刚刚那个不小心喊声喊到鼻塞，很怕大叔。其实还好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今天表现也很棒啊。嗯，下一场再来继续给 Rina 加油喽。你给自己打几分？今天不懂打。真的吗？你刚刚看我们开场吗？有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很棒，有气势，非常给自己一点信心，因为我觉得 Rina 今天表现非常非常。当然是第一次嘛，第一次总会觉得想要对自己严格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真的很棒，真的是不愧是我们乐天女团长，乐天出土一定棒。这什么 slogan 啊？